兔兔出现瘦到摸到骨头时，可能是因为给兔兔安排的饮食不够均衡，导致兔兔出现营养不良的情况。例如平时只给兔兔喂蔬菜，并没有给兔兔喂食草、兔粮等。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兔兔肠道有寄生虫，也有可能会出现越来越瘦的情况。因为寄生虫会导致兔兔无法吸收食物中的营养，这也是比较常见导致兔兔越来越瘦的原因。第三个原因，各位家长可以检查一下，在生活中有没有给兔兔喂比较差的食物，例如放了很久的蔬菜、牧草，或者是已经过期变味的兔粮。兔子也有可能会因为不吃食物或少吃食物而营养不良越来越瘦哦。牛宠布和兔粮就有增肥效果哦。关注我们，每日更新小宠一集。我们下期再见了。